哇！打老婆，屠袭老婆。我的，哎呀，心奶！哈哈哈！于瑞哥吃了六个广告，直接离别。Divya， 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希望你吃到广告啊！哎呀，罗技 Pro X Super Light 罗技有水。哎呀，这个是小小的意外啊，真的。我最希望吃到广告的不是要给你吃啊。哇，数据不可考。我们直接考来圆圆科，这个人就是个 BD 仔。我们呢就跟他玩谁比较厉害游戏，真的圆圆科，我们处理，我们直接处理他。我刚刚看看用什么打月月科的时候，发现月月科已经变成 RIP 了，呵呵，好可怜啊！对，所以我只好选男王了。嗯，你考我哈，你就在考，你在考，你等我怒气多一点哈，你看看你能不能再考。你看我现在考一点怒气。哇，卡一下普攻。卡了一下普攻，点燃我，哈哈哈哈！骗了你的招，走了吧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你看看你能不能杀到，杀到就好，杀不到就算了，杀不到算了，杀不到算了，真的算了算了算了。这个人点燃了，点燃就好了。有没有看出来我没有非常认真？我这个账号已经决心要爬分了，真的。你们如果想要看奇怪角色，我们等一下玩狗王的时候再玩。偷打儿子，咦呀，还叫儿子冲撞我，我该打小儿子。咦，加一，差一点就减一了。老婆出来了，这个月月科毕竟有老婆的时候还是挺强的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先处理他老婆，再处理他。他如果点塔的话，老婆会处于一个很虚弱的状态。等他直接把老婆拉走，这个也是有自知之明。儿子一直出来，儿子一直出来，给我加两块。我们先处理他老婆，再处理他。直接把老婆敲死。你过来啊，你过来啊。哎，那个一下，真的那个一下，我肯定那个要极限开好的，当然那个了一下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那个啦，出事啦。哇，前面我们多一个点燃的，他们那么惨，他怎么偷我大局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战神，我跟你讲，战神蛮王，我跟你讲，饮血战锤战神哦，吃龙，吃啊，直接吃啊，怕什么？哥哥蛮王，蛮王都下来打会战了，你们还不吃？哇，有看过这种跑来打龙的会蛮王吗？你们一定没有，因为只有出饮血战锤的蛮王才有能力打会战。哎，老婆过来耍废！我又跳出来了。靠腰，老婆怎么会拉扯？为什么他老婆会拉扯？为什么他老婆会拉扯？我老婆都是只会送头而已，为什么他老婆会拉扯？好扯哦！小子过来啊！咦呀！干
嘛啦？哎呀，烦呢、欸，格雷夫。饮血战锤极致回血，怎么样？追不到我吧，笨蛋，追不到我吧？我们饮血战锤最后吸了一口，所以没死。哎，没事。我还以为完了，我还以为完了，我的惨叫声都出来了，真的，我被大四个，我以为完蛋了。老婆出来，暴打老婆！哎，他老婆为什么回去啊？好扯哦！他的老婆真的会听话，会回去。哇！哎，加帮加帮加帮！哇！我们做个球了，打不了就没办法了。我们现在发育很惨、啊，这个线，刚刚这一波线完全让我发育很惨，所以我刚刚回去带伤是最好的情况啊。那他们中路被开了，让我损失了一波边线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咦？哇，我开鬼步了，没必要。这个龙女把我的责任都做掉了，不是，她把我的本分给做了，怎么讲？她把我的职责给做了，她一直在带边线，所以搞得我有点穷。因为龙女很肥啊，所以带边线也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带边线本来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打的也是蛮痛的，即使我们这装备打的也是蛮痛的。狩猎机玩得好啊，我们是一个会战型蛮王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虑硬度的问题了啊。没人守我吗？真的没要守我吗？你们确定吗？你确定不打？咦，老干，对面差不多可以点了，差不多可以点了，结束了。打老婆，突袭老婆。吸奶！哎，我先把他老婆给，再把他给，我已经一打二了，你还要吸奶啊？天哪，塞勒斯，打起来了，出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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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哎哎哎！喷我大绝！无情一闪，怎么还有塔？塔还在啊！哇、哦，死龙喽！等一下开大就有风龙了，高速捞干。你有被杀过是不是？怎么埋 dog？ 什么叫埋 dog？ 啊？他是什么 ID？ 埋 dog？ 哎，打不了这个门呢、欸。按错，按错了，靠呗！按错了，哎、欸，我按到大绝，没差，哎、欸，没差，哎、欸，没差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按到大也没差，我这不用大绝，我这忙不用大绝，真的啦！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产生你跑得掉的错觉啊！赛教授，过来吧，受死吧！哎、欸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啊，你可以干嘛？嘿嘿嘿，啊嘿嘿嘿，哎、欸，我不用开大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直接手指太肥。按到大也没差、欸，哎呦，不简单、欸，不错吧？我这身装备，我这身装备不错吧？如何？你们觉得如何？哦，我开大加跑速啊！对啦，我刚开大加跑速的，真的，为了那个风龙的特效，开大加跑速，直接无情进场，哎，会战配置太无情了，真的。
剪辑帮我把那个手指太肥 L 大的画面剪掉。那个我们是为了加跑速，我们是为了加跑速啊，把我后面这段剪进去就好了。看得好虚弱，这样看个 YT 的人。暴打老婆，这老婆真的会听话，会回去。我老婆都是只会送头而已，好可怜啊。我们处理，他把我的职责给做了，他一直在吸奶。老婆出来吸奶，你们看出来我没有吸奶？哎呀，这个是小小的意外啊，真的。我们先处理他老婆，直接把老婆敲死。为什么他老婆会拉扯？我打儿子。